오, 나 너네 아들 되지. 장라 아주들이 쉬워당. 에 접시도 너네 저 가서래다 송주 님 님에서 말해. 네 님들이야. 대 운주샤 두신. 다 들려야. 도마르게 가장 쉬베다 가장 루유즈로 만지 세브레 디는 지 세가 된 거야 여러분 가시엔 도성도 디 세가 된 아주 마지 쉬비네 양면도성 首先呢，要跟大家说一声早安。今天呢，是我们第二天的这个课程了。在昨天的课程当中，跟大家大致讲了，噶举当中的一些历史，介绍了一些历史的背景。那但是今天还有一些特别要再说一下的。这里啊，加上许多工程，许多农民上面这些不是吧？他的工程可以我也没信呢，他的搞来还不如巧嘞。天天就是啥呢？许多工程是吧？没出去一块钱，天硬是的，许多工程阿呗，巧了吧？这许多工程阿巴的呢，许多农民上面啥的巧要嘞。首先呢，昨天有谈到司徒傩布桑培。那如果我们只提到名字，却不知道他是哪一世呢？这就不够清楚哦。所以今天再特别提醒一下，也就是说，这位司徒傩布桑培呢，他是第四世，司徒仁波切叫做米处却给阔恰他的转世，就是第五世的大司徒仁波切叫做傩布桑培。今天发现许多工程，许多绿色嘛啥的，许多工程原本的也被暴露了全员。那么，在昨天也有谈到一位叫做司徒勒谢玛瓦，他应该是算是在第七跟第八世当中的。Seventh and eighth。发现今天的级别蛮新的，看上去点了这个吧。다 간단한 스튜디오 군팅 나눠래야 장원 미샤스체 스튜디오 춘종 송대야디 스튜디오 군팅 뒷받은 예배보로 인비유 总之呢，这个在司徒仁波切的一个传记当中呢，各位可以看得到，这个司徒勒谢玛瓦呢，他是在第七跟第八世中间的这一世。다 드네 예습 가상의 예습들이야 디스양 가수의 예시아르 디스의 총민도 라마르 뭐지 왕개바디 예습 군진 당분 90엔조 등으로 인습 안 해요 90엔조 등으로 다 뒤념도 예도 방안하셨는데 도지 청동마 젠겐게 뱅가는 잠베상고 폴레야 라마르 뭐지 왕개바 쇼요브자도와 다 강한다래야 팽가른 잠베 상보담 90벤조 드루니가 까마보 철학자수 라만 댄시 등규 제를 쇼요르바 내린 뉴스단에다 지단 팽가른 잠베 상보네 럭도 총네 까마보 뒤보 철학 여러분도 총발해 생겨 제서로 망치해지 90을 무지에 믿기지도 최슈서 원로명아 슈서 90을 무지에 믿기지도 제장 디안디스 지스야부 생활지도 另外呢，还有就是讲到加查仁波切的时候呢，那么有提到一个名称叫做喇嘛仁波切汪加巴，就是有百步灌顶的这样一个名称。但其实呢，这个名号呢，应该是属于就是这一个《金刚总持简短祈请文》的作者，就是本噶长巴桑波，而不是这个昨天提到的加查巴珠顿珠啊，并不是。指国是加禅仁波切，而是指本噶长巴桑波。那事实上，我们这里要知道，本噶长巴桑波还有那一世同时代的国师加禅仁波切，叫做班珠顿珠呢，他们都是第七世大宝法王的弟子。
但是有一种说法是，其中这个本嘎长巴桑波，就我们这一部祈请文的作者，他是跟第七世法王出家，但是他大部分的学习都是跟随这个当时的国师加查仁波切的。另外呢，还要说到昨天有提到说，嘎举父子众啊，那是有六个，但这六个呢，其实应该要把法王伽玛巴自己也要加进去，所以是法王伽玛巴自己再加上五位法子，所以是六位。对呢，伽王将阿巴卡就都是延续了呀，那伽玛桑伽王也是出切切约得比没得，但第七说，那他说，他到底。讲过公主什么去落着他也但落着他也得讲过公主他们就要来但公主你把的讲开就得及但日记四是冲击讲完天使月色天使月色里啊讲完开就得及告诉大家，叫我也不是个被菜奶奶弄去，公主人家我亲自就是了。天天送的呢，叫我也不是个态度，学不赢不得。天天就是啥呢？他天天去读的，开就都是免学的呀，叫我也不是军训啥的，体验学的呀，俺都叫我是出山了。那你是俺就开发的相关的。那么所以在这里我们会提到有父子众有六位哦，所以说这在第十五世大宝法王之前呢都是这个就说父子众有六位，就是加上法王冈妈妈自己跟五位法子是六位，但是在第十五世法王之后呢，由于当时也就是长官公主洛柱太爷，也就是第一世的长公仁波切，他当时就是第十五世法王的孩子，所以从第十五世法王之后呢，这个他就成为了有就是父子中有七位，所以也就是多了加上了这位长公仁波切这位法子哦，所以总共是父子中有七位了。也因此这个名号呢是由长公天泽如些这位祖师呢，他认为说应该加上去的，所以总共是七位。但是他们的工作人不切的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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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人民上的，他说表面这个他人民的，但不人民的，他说，资金变少么了呗？他这边是天光的牛就是充满着，今年呢这人民上他那的其他必须提供的哇。他的天光的牛搞了呀，那湖南牛他说，但不人民的，他说，人民引起来些小点不怎么一把，那但不人民的呀，人工变少哪呢？那这王军、龙军、铁军，你管不也不滴滴，那边切边浪切，但到那这驻军新的街，西军这边感情就散了，但滴滴驻军参谋了呀，他说他这些，是不是给他说的？等吧，乌拉人第二不就你穷也比你就散了，我养家了。他说：“家去穿呀，不是？你穿一米六三呢，肯定就不是他穿不的。现在的蒋国勇不是生意，但是蒋国勇给根本哪里要嘛的，生意接不起啊的。但平常的不赚钱多啊，那那点啊，这就大过来了啥？蒋国勇不是我那工业是不是赚钱？也靠这些边呢？龙军看些包毛的，一个站的没钱给他们要的。”근데나이게마시는데얘는장군을지금파가르쳐줬다파는데디젠데지는양준데
Tendezhe. Tama gonglo da geju kyachang na pe ne kashwe da di chodi chidu san da chan da gmen ro chidu san ne nyu de ba cha la ba dam ji ne chodi nang re sa ne do wa je da dan do na ji gu zi tar ma jin ge ba de ba den jo ye te ji me be de ba den jo ye te ko na ze ba da da na xin ge ti du ne ne ji 마음발아 평감을야 청지 첨부 용기에 봐 공세 평감 대답기 명함이 낸 잡단 다나 정 아주 잡내 룸이 송대야 돼 에 저기 가르쳐 빠지 니제 뒤로려 송기에 왜 기자도 와 니제 뒤로 전에 엔 장 킨즈 왕벽가 나지 엔 간다 드니 전에 니제 뒤로 송기에 왜 기자도 와 니도 단 도나지 벽에 땜바 벽에 다지 가르쳐다 추시스 말베 디디 차상을래야 공부 자체 못 시에 급디 두산다 딘디지 공부 시작해서 라버도 지 캥고나 번이 핀즈윤기 탐식 제바데 할래버지도 와 당 아주 지 미비다고 알지 이제 당 그 고난이 핀즈 라말로메 제바야 예데바 다 간다 디지 두산에 가르쳐야지. 까마 방아바 디진시베 농대 나로래야 캥고나바니 단 절세 탐시 에네베 전주고여스네 송도와 나간다 대양조의 캥고나바니 다 출린 때문에 저거 어렵다 출린 대중 출근이 때문에 저거 어려 캥고 초슴 슬럼네 저거 아래 다 간다야 어 저 출근링 바데 안티스 저 우야야 중부대 캥고나바니 꾸준히 주지와 세상 드리브지 인주산에 다도나 지 나라도 감사 지고 뭐이 봐 장군 공주 좀 진진디 지 표현 간지 그 종기 담바 지메 말에 캡디아 비지다 담바 지메베 가주에 어 딘지기 기부 땅 아르튼 제베 중앙 건 바로 비슷한 드리 중앙이 말이야 那么在 讲到 장군 공주 仁波切呢 他是在佛陀的传授记当都有得到佛陀的授记的，而且也说呢，他是一切这个知识的这样一个总集者或者说教示者，能够开示出所有这些知识的人。那同时呢，他也是一位这个无分别教派的一个无分别教派的这样一个持有者。 那么所以在这里我们都现在各位可能也常听到所谓无分别教派，那么其实最开始有这个名称是从当时的蒋扬天贼汪波还有蒋共公主仁波切他们两位开始大力的来弘扬这个无分别教派的。其实在他们二位之前呢，可以说的确很多修持者是无分别的，但是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去持守 去弘扬，然后去守护这样的无分别教派这样的一种观念，但真的是之后透过了这个第一世的掌公仁波切，还有天贼汪波，他们将当时的所有的教派，包括我们说八大十洲传承啊，各种的这些他们的一切的这些口传教授灌顶，全部的将他们收集，而且再次的去弘扬。 可以说是由于这个掌公仁波切他的这样努力之下，让这所有的法教呢都重新的再又被这个振兴跟弘扬跟得到非常大的一个重视哦，所以可以说这是非常难得的非常殊胜的一件事情。所以尤其像第一世掌公仁波切的传记，大家有机会的话都应该多去阅读的。 为什么呢？在这个我们都应该多去了解。那尤其呢，这个掌公仁波切他也写了一个
里面有提到说，当时他为了要找到这个，得到收集到一些珍贵的口传，但那些口传呢，只有一些不识字的老先生、老太太，他们还记得，还得过这个口传，或者说，可能那个人呢，他不会识字，或者说他也因为是盲者，所以他没有办法再阅读了。所以这时候，当时蒋公仁波切怎么样再跟他得口传呢？他就去，首先他念给这个老先生听，然后呢，再从那个老先生的口中我再念出来给蒋公仁波切，就算是得到口传了。所以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位成就者，这样的一位蒋公仁波切他为了要弘扬保护这个教法，他是这么样努力的付出，这实在不可思议。有时候想想我们自己现在听听口传都是这么的容易，甚至还感觉到疲累，这实在是我们应该好好去看看过去的祖师是如何弘扬这个教法的。不只是如此，他自己呢也著作了这个五句宝藏，同时呢他还著作了非常多非常多的这些典籍。所以甚至呢传记里面也有记载，当他非常高龄的时候呢，他甚至你知道写东西大概80岁的时候，他手都会抖，但是他都会把这个笔甚至绑在他的手上继续的去写去书写。所以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位长老，他为了这个佛教的奉献，真的是将一生都奉献给这个佛教了，都奉献给利益众生了。那不仅是如此，他当时呢第一次蒋公仁波切也预知到说未来西藏也会出现许多的障碍法难，所以呢他也撰著了这个祈求雪域安乐的这样的一些祈愿文。同时当时呢这个天泽汪波甚至也告诉后世的弟子说，未来大家都应该260钟都要去念诵这样的一个祈愿文哦。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在祈愿法会的时候也会念这样一个祈愿文的。所以可以看到蒋公仁波切他无论是在佛法上，或者在这个西藏的文化上，或者是在整个对于整个历史社会上，他是这么样的奉献付出，他是真正用心在关怀整个这样的佛法跟文化的这样一个长老，这样的一位殊胜的仁波切的。尤其呢当我们在看到说蒋公仁波切第一世还有跟当时的这位天泽汪波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他们两个人的这个叫做互相的这种誓言，实在是非常的亲近，非常的好，这也是值得我们多去学习的。有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两个人是非常好的法友，有时呢又是很亲近的这种师徒的关系等等。甚至呢在第五世这个大宝法王甚至也曾经受记说到，后世的人只要能够跟这个蒋公仁波切或者是天泽汪波结下任何法缘的话呢，都不会投身到恶道的。当然我们说当时代还有一位叫大福藏师秋菊林巴再加上他，再加上之前天泽汪波还有蒋公仁波切，他们三位呢可以说都是非常重要推行这个无分别教派的大成就者。那么也可以说这位秋菊林巴大师也主要是因为天泽汪波还有蒋公仁波切而也变得非常的出名。所以可以说呢这个蒋公仁波切他不只是我们在冈仓噶举里面这么的重要，而是他的佛法事业呢是已经遍及到所有的教派里面了。这里还特别有提到，最近呢，在藏地呢，有在有特别的一个出版，就是蒋公仁波切第一世蒋公仁波切的
他的特别的就曾经他接受过什么灌顶啊，读过有什么样的一些笔记的这样的一个手稿的一些出版哦，那这个并没有包括在他的传记里面，是很珍贵的，甚至我们到现在呢都还没有能够读诵到。所以在那个当中，手稿当中清楚记载他曾经接受过什么样的口传跟灌顶，是非常难得的。这张我就在这刚唱了这个说没录具体是二不当，那当然是这听不清不清是用龙卷的忙着也得不得看到了讲过工作什么去你就个人点的冲了吧，那的人就算呢当我就这剧本的被空打破了就找过呢你讲过什么去新一点了呀，我就没打过去没去带去呢看着就这样的话就压过去还是打过去的别人端上带不上都打进去就端来就是没着再接着的打过去。所以呢，像我们现在还会有这个马尔巴的续典的传承，还有甚至我们现在噶举里面许多的这些教授的传承、口授的传承、口传的传承，就是马尔巴有13个这个续典等等这些传承呢，现在还能够接触学习到，真的都是因为当时的第一世长公仁波切他的这样一个恩德的。所以最近藏地才出版的这样一个长公仁波切他的这个手稿笔记哦，这是很厚一本，甚至好像有几千页哦，这真的是我们应该多去重视跟多去读诵学习的。这个手稿长公仁波切大概是去年出版的。大子呢你过去你吧咱们看这边是他的当地学问的是讲讲我看见的是谁出门的他的过来给别看出来咱们讲过工作什么期待的呀咱们告诉讲看见的是是不是贴吧是不是多但过来的贴吧有没有的你也就没个通往的马的呢我送这么的最难你这边呢他贴吧是不会是不是有가수전화기도세상아는권한이가면낭제인베데레가르쇼여여겨외왕베다르기세수총야그베세세르비총제엔데총인사레마다드가스틱나르부구지에주단디지기인사하소지인사마레간다레야다콤베준부십지하레엔다나시나랑코드르지나랑코드제비네你讲完居住吧，日本的多几年，都是感觉，都是强行伢们的弄对啥呢？然后开始转到嘛，这边人家开始全部来，恁这里啊转到这边去多呢？你讲完，开始为是点点需求，感受了他，转到这边噻，弄多用多啊？这当个日本多嘛，得滴滴的，感觉这速度变慢了嘛，就不然，但一年啊。안고에베착신오드디지털네인자마켄즈르세데자침부십차디유서바데린주상아주튕규기체도나바니가슈보임브레나데린데라야믹세가르쇠믹세가르쇠튕난데르부치유서레다간다야누라마베투규상보투냠충중아니베추구준보다시부지와르스고接下来讲到的呢，前面都到故障事了吧？看现在故障不用的就直播，你们点点给他去解释嘛。我妈的，真的真有事都看现在。那么，第二是讲过仁波切，叫做讲过 Kenzie Wuse， 他呢是第15世大宝房康加多杰的这个儿子。那但是呢，他有着对他的父亲，就是对15世房有非常大的一个。First kind of control. No, we are talking about Kagyu Doji have strong devotion with the first. Okay. 对不起，当时呢是第十五世大宝方对第一世的公主仁波切呢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信心的，所以似乎呢当时就是因为十五世方跟第一世的长公仁波切有这么深的这种虔诚
然后有甚至可能有讨论过，所以也因此呢，第十五世法王他之后呢，就升了这样子的第二世的掌故仁波切，所以也并不就是随便的就有一个孩子，然后就认证他了，并不是这样的。所以呢，听说这个第二世的掌故仁波切呢，他也很严厉的，而且实修戒律都非常的精严的。我曾经听说过呢，就是第十六世大宝法王在修持大手印禅修的时候，他当中有一些地方不是很了解，所以他就特别请求这个第二世的这个掌故仁波切，就是 Kenze Wuse 来，然后也请示了他许多这方面的问题，而得到了解答啊。所以我们说第十六世法王他的比丘戒出家的戒呢，是跟随这个大司徒仁波切 Bema Wangchu 所得到的。然而呢，十六世法王他的大手印的传承是跟随了第二世掌故仁波切而得到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二世的掌故仁波切呢，他真的是非常殊胜的一位上师，他的心性是那么的调柔，他的戒律是那么的精严，而同时又具备这么大的智慧，这么的慈悲。但当时当然因为他是算是地位比较高嘛，因为是诞生在十五世房的孩子，当时听说有人也担心这个孩子会被惯坏，但其实并没有。但是呢，讲我工资什么但我讲我喜欢的喜欢对吧，让我老的去生活的话，但是呢，但是忙起来的讲是忙起来的巨要的。那我看到，或者就可说的这去世一年里边千把年代吧，他把都呢电视中的这俩可说的这些别带走呢，看到了两万公里距离呗，突击些吧，光通经，但等那个他可说的，可多些那没没个了，是等那穷人不着，但因为那样，俺他那些叫我的居住吧，不用被搞的是啥给搞出来的，小区的真的住不来，真的受不了。这俺考对了不是？但俺考对了嘛，他就俺家没个汤圆嘛，不是？俺考对了呀，俺那边菜特里，俺觉得质量虽然土嘛，松啥了不起？但是我的居住呗，过些玩些个，真的送不来是苦，俺考对了去。但看到了呀。但是人家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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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年轻人的这个女人的爱的不及的这用爱没被收起，但是用爱要的是可是还空间出的些个多啊，等于就是呢大看到了呀，工作也不得，一那样工作不得的那样空气搞出来的这土木没被你这再不当哦马上对我们在外头吃嘞，老外都看到这，这个工作容易失去啥呢？刚开始什么拿了来呀？对我们那边这穿哪也得不起的，在外也得不起用多啊。那这里就上面什么的啊？他东西呢也得不起的，塞不来。那么接着谈到第三世的掌故仁波切了，也就是掌故仁确吉僧伽。叫做洛珠雀吉三杰，第三世掌故仁波切，相信各位呢是都很熟悉的。那他实在是一位太了不起的一个人了。那么同时呢，他也成立了这个隆德寺的佛学院，并且呢，
他可以说圆满了上师一切的心愿，尤其也就是他的上师第十六世大宝法王所有的心愿，掌管仁波切都尽力的去完成哦。尤其当这个第十六世法王他在生病的时候，就圆寂前生病的时候，他也不断的在照顾着第十六世法王，所以可以说之后呢，龙德寺也好，冈仓也好，嘎举也好，也都遇到了许多的困难，但都是由于掌管仁波切他的这样的一种勇气跟付出，不断的去照顾这个整个教派跟传承。但是各位也知道，他之后是车祸而往生了。很多人也说，如果他在的话，那么我们冈仓嘎举呢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在了。所以由于他是这么的了不起，很多人现在一听到掌管仁波切的名字都会有不同的感觉跟一种爱心，一种关爱的感觉升起。当时他在照顾十六世法王生病的时候，当时掌管仁波切在照顾他嘛，那在照顾他的时候呢，法王说，当然他当时也不在嘛，他说这是他听说的。当时十六世法王呢在圆寂前呢就告诉这个掌管仁波切说，哎，你这么的照顾我啊，哎，我这辈子不好意思，真是很对不起，没有办法回报你的恩德了。十六世法王还这样子跟掌管仁波切说，然后他就圆寂了。所以有这样的一段的故事啊。对对对对对对，错心说明掌管公主，当公主是吧？真的，看的是老多公主。咋的了呀？当年俺们什么钱，我之前当俺也没给这了家钱的，这就是俺不如这。那么接着要讲到第四世掌管仁波切，就我们现在前面的第四世掌管仁波切了。那要怎么说他呢？可以说首先是我认证他的。啊，当时我认证他的时候，我年纪也很小。这当我表弟就生了，如果他弟弟问我表弟就生了，嗯，别他说，我如果我是前小的，没小三，真的，弟子要的。When I was in Kagyu，那么以前呢，我在这个藏地的时候呢，会有一些限制哦，就是限制说我可不可以这个认证某些仁波切，我可以或不可以，会有受到一些限制的。他以前看新闻之前，看些过火数据前，他讲他这个是不能是新闻之前的说出去的。但无论如何呢，但是我直接的也好，或者之后就是间接的也好，也认证了许多仁波切，大概有四十多位呢。他讲阿莲呢，我的当年去，他讲阿莲，他就说，他说他住过，不得不能信这个，我他听也蛮清楚的呀。他提呢，他住过徐州子也被拿呢。他讲的，他我就是说刚读读日记，他说，那么他拿了兄弟日记，兄弟日记，他提呢就三岁日记，就讲我工作日记，认识的，认识不日记。阿拉阿拉一些人都，现在的是大几个些的三五爷爷说的，个些三五爷爷说的，就叉叉八叉的之类的，他说的，他毛那么接不下来的，是毛那么接，他也不用我小三了，是不是？他天天就是啥呢？忙活不来啊，他什么去？他说的，这三个一点吧。杨哥书记注意干嘛？刚上个电板的，但认不起个，他说的这个差都些呢。俺那今次人讲，俺们没事，他说的他，他说的他这个，虽然得不到，我们推磨磨一边儿，真的输的也。俺那人就是俺那的，天天的，做么的吧？看俺做个那呢，俺忙不了呀，认不起个，再把他吃了了呀，什么的，家什么水果啊，得看什么啥的。俺那特别民谣的啥不着，搁对那边谣子也拿了弄去，俺那边忙活不来呀，点不着一天，拉不起些土油苗，点点米都话的，点点就是啥呢？
안 그냥 중에 당 알아 채번은 시다 르부지라 마음불래. 가르쳐다 제진이 심디 슈과다 계십시다 하래요. 所以在当时呢认证的四十多位仁波切当中呢，我也尽力的在认证的时候向三宝、向祖师来祈请啊。而在这所有认证当中，我自己最有信心而且最感受最深的呢，最清楚的呢，也就是认证了这一世的第四世的掌公仁波切哦。那当然，其他的仁波切也是认证了，那有的很清楚，有的也不太清楚哦。 但无论如何呢，我也都祝福身心祝福其他大家所有被我认证的仁波切们啊，他们也都能够好好的弘扬佛法，利益众生。但在这四十多位当中，真正最清楚的就是第四世的掌公仁波切，所以我也真正的相信，同时也有我最深的、最特别的一个祝福，就是对于第四世的掌公仁波切，我相信他能够。 未来对佛法、对众生一定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利益的，这是我最深最深的祈愿哦。所以今天在这里，尊贵的仁波切他也来到了这个现场哦，所以我也有一个请求，希望所有的护持的朋友们、施主们，也希望你们也能够就像照顾我一般的，多去照顾他跟护持他。 他不像我，我现在身处在这么多的问题、这么多的纷争当中啊，未来我自己是不是能够做到那么大的利益众生的事业还不知道，那真的要希望你们因此，与其一直这样照顾我，也更希望你们能够多关心、更多护持我们的第四世的掌公仁波切。大家呢？ 那的呢？他罗尼东中医院长，尼东中医的，那讲过工资送吧，老是缺医生给他，小娃的训练，罗尼修，雇员嘛噻，那他那些，那上那尼东住宿的，对了呀，那讲过工资，工程干部，老是太，过春的，老家他们雇员的，加上。 那地主把这搞出来，提取的，你们都懂没？就是啥呢？上那咱业东，上那咱们大家的，他的根据我们听，你是这个不对。根据我们听，数据把的，哎呢，讲过工资给，但工资是怎样的？拉巴的多，米塞给，哎呢，讲过工资，送不西瓦的西瓜的当，哎呢，讲过工资谈不当，提取钱都得dedicate，提取钱都搞出来。 所以今年我们是2012年呢，是第三世掌公仁波切他20，就是圆寂20周年。那么同时2013年呢，是第一世的掌公仁波切罗卓泰爷他诞生的这个100周年哦。所以因此我希望就是在下一届的祈愿法会，也就是第30届 100 after death. No, birth. Good tune. 황보대원. 인리현이 말해. 인리현이 있어. 고충. 군포니 이제 말해. 主要刚刚翻译是说，怎么第一世诞生100周年呢？好像有点太短了。但法王说好，总之先这样子讲。总之呢，是跟第一世法王不管是诞生还是圆寂，总之是他的一个特别的100周年的2013年，是一个纪念。Death？OK，OK，Death。 好，应该是第一世的掌公仁波切罗卓泰爷他圆寂100的年的这样一个纪念。所以，总之呢，下一届祈愿法会就是第30届祈愿法会呢，我希望就是特别要对于历代的掌公仁波切的一个纪念，同时呢，也是对于特别这一世掌公仁波切对于他的一个这个庆典啊。所以我希望这是下一届祈愿法会的一个主题之一。 단도는 이게 다 루지르 망부시에 과 김제르도 가라스나 다
지르지 상계 대한 발음 붙인 니니야 담아서 상계 좀 된대게 개발 창매발 되니 가수에 가와 가지 빠도 매번 전에 주셔야 되는지래 디나네 간 배 간증 좀 담바디야 키르기 기부 삼계미 예바 대다 담지에게 가와 두 번째에 딱 가수에 준셔야 경계하래 디나네 간지 감 감사 디지불을 차샤비네야. 다 주규 첨부지대가 개 말해지. 주규 준준을 차샤비네야. 안 대양 배 가수에 어 내별로 야차망 배 동 진리야. 기부 담아 삼기미기야 봐 뒤에 뒤수 전에 대다 탐지기 에 대네 토기에다 면함 안 가지 배수 차고 개발에 대네 안 규벌은 무슨 대니 다대 바로도 민년바 다시 내도 총을 해. 되네 이제서 뒤 균전을 된다가 아주 규번디 다답어도 다시 내야 돼 레라보지다 답 대보지다 이제 가르쳐에 든지지 뭐 임바 오늘 가와빠도 배워 지내 총대배 임바지 그 세우시라래 되네 이제 뒤 균전을 되네 아니 아주지 규번디니 제대로 쉬고 인도산에 아니 규번디니 고랑 가수에 체외 윤대나 통 안디 이게지 라마탐바 고마츠 나브르타바리 제솔랍데 제베이나 신네지 규번디니 이게 가수에 투모마이비 윤대한테다 규는 죽도록 성도 시마다다 가수지 가르지 베 인샤샤 알아버지만 로데 아체나 안디 규번디 지투모마인 비윤데다 좀 유린족토야 가라 하고 이제성도 내인데 데 독삼 시야과 즉 대례샤 所以这一次课程哦，我为什么要说这么多的历史还有这些故事哦？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佛法真的是很难得。 首先我们看到我们珍贵的佛陀的教法，这是当时释迦牟尼佛 他甚至从过去生无量的三大阿僧祇劫来的这种大的苦行跟努力，而因此呢，有这样的珍贵的佛法流传于世。不仅是如此，再想一想藏传的佛教，那也都是由于过去的这些历代祖师们、这些成就者们、这些智者们他们的努力之下，而让这个西藏的佛教能够这么完整的保存下来。而在这个当中， 我们冈仓噶举，当然这个我们这个教派并不是一个多了不起或者多大的一个教派哦，但是看看过去的，冈仓噶举的祖师们，也真的是历代的这些大师辈出，而且看每一位大师都认真的实修，具备大的这种悲心，努力的弘传这样的佛陀珍贵的正法，尤其有着他们这么 甚深的亲近的这样的愿心，也让我们现在冈仓噶举的教法能够源远流传至今，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有时候这样子一想呢，真的是不容易啊！我们现在身处于，就是我们现在在这样一个冈仓噶举的教派当中，能够学习亲近这些上师们，这是很不容易的事。 所以透过这些历史背景的一个分享，也希望大家真的知道佛法的难得，也知道这个教派它的功德在哪里，而能够好好的依照上师所说的去实行。那么你这样子，你的真正这种传承的加持跟功德才会在我们心中升起，不然 只是理所当然的，什么都不清楚的，糊里糊涂的，觉得我就理所当然。 话你是没有办法升起多少的功德，也没有办法得到这种传承的一种功德的加持的。但是呢，你最近的，就是刚才那罗的就把巴拉鸟罗嘛，我全部的，就叫我有些，他说那罗的，说完了他，他在那边行不到的，看来是老远了的，他刚才他也别去当嘛，是不是？ 다간다는용도충분해용도충분주산들이야아주삼성양그랑소수익기호인주산에아상원로리야지차당기에가수에떠버려준거로봐차당기랑초를차고 신초를 당원사로 근데 차당준거래
那当然在讲到了冈仓噶举的时候呢，也的确相信大家也知道现在也有许多一些问题要产生。那么过去在也就在我们现在尤其这个噶举父子众当中，那我也很难说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那当然有时候从凡夫的角度来说，或者去想或者去看这件事那的确都会有许多的贪心嗔恨心等等，就是贪着自己这一边，然后想要排除制造对立或者嗔恨另外一边等等。但我自己觉得我们身为噶举的一份子的时候，我们真的都应该带着一个正面的这个思考，带着如法的思考来面对这些事情。那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些传承父子众那么他们可以说就是我们实修噶举传承，你看到这个黄金传承的或者说当中的这么重要的上师们就是他们，那么也因为他们教法才能够流传下来。所以我觉得对于现在的面对这些纷争，我们应该要以正面的传承的感恩的心去思考，而不应该用凡夫的这种世俗心去判断。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因为自己的一些情绪烦恼为了自己的一些私利私欲而得到了一些小小的利益，而但是呢这时候希望我们都应该要有一个大的心愿，一种心态，也就是说自己得到一点小的利益但却伤害了对方的时候，但这时候伤害的其实是整体的教法，整体的佛教，而这样子下去的话整个噶举派它都会腐烂了，它整个都会
毁灭的。所以尤其呢，我们也都说自己是修持佛法的人，我们也都在修持观修四无量心。还记得四无量心的其中一个就是要平等舍，也就是我们对于冤亲都要能够以平等心去面对哦。那我们好像说都在念着，也都在修着四无量心，但其实我们真的应该要去实行它，要真正去平等的去面对冤亲一切，这是很重要的。再困难，我们都应该要试着怎么去有佛法的角度去做。那其实想想我自己也是，你看啊，我自己遇到现在这么多的问题，这么多的纷争，那事实上我自己的态度也就是，很多时候真的不要去太在乎别人怎么说哦，那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自己有没有保持自己那一念善心，或者是关怀他人的心。别人是黑的，我不一定要跟着他一样变成黑，变成不好的，这也是我这么总是提醒着自己的。所以讲到我们整个噶举教派，之所以能够传承下来，都是过去的传承上师们，这个噶举父子众们，传承上师们他这么亲近的一个实修，而让传承能够保持到现在。所以我们要有一个了解说，如果其中某一部分毁坏了不好了，那其实就是整体的佛教也都会受到一个伤害的。我们要带着这样一个开阔的心去包容，去面对这些纷争的。其实事实上呢，我也不需要多说这一些哦。但事实上我现在有了这样一个伽马巴的名号，又是这个教派的主要负责人的一个头衔，所以我也有这样一个责任，所以偶尔呢也还是要在这里多跟大家提醒跟说一下了。大的呢我是大让我中住的修行，大的嘛我是让我中住，大的呢先让你中光景刚吧，但先让光景刚吧，目的光景过因为光景我是大的我是让我中住那么松，大的松的嘛。好，接下来呢就进入到祈请文的正行部分，也就是守护自心。那它有包括了一个是离欲，还有前进，同时还有无散意哦。那这几个是主要的正行守护自心的三个部分。也就是离欲呢，它是修行足，前进是修行守，然后无善意就是悟意呢是修正行，有这三个部分。大家来啊，他们先老公你讲吧，再来啊，先老公了，长生没办法，趁你对他这边贡献了。先老公你刚不是什么心意思？先老公的长生没趁对他这边，你过来先把面板清洁了。所以首先呢，第一个离欲呢，它也就是教云离欲即为修行足，于诸饮食财宝无细念，断离此事贪妄之行者，无着名闻利养其加持。다들래요다인지기기유차들래요가시 detachment, non-attachment, revulsions, disgusts, 다들래지그런신로사들아가서유름다먹어다가르지야요당아인지내게면그초아르게민도가다디깔아가면서도와직전아다가다신로사대변해别读家了，现在没呢。那是就把人家就找的，那是干不的，干不的，执行的难度，那么干没着。干不的，执行的难度，真的被揪出来吧？就没那那啥，听着不就相当 disgust， something like disgust。首先呢，讲到离欲 ，detachment 是怎样开始的？什么个哪啥的破坏了是吧 ？detachment。是哪吒破的？那格局都没有的，哪吒破原来是多，格局都没有的呀。先老让爱呢。
首先呢，讲到这里叫离域哦，那这里的藏文叫做暹罗，它也有一些，刚刚法王师讲了许多英文的翻译哦，所以有些英文有不同的对于这个词的定义，所以有不同的翻译。同样在中文来说，有时候翻译叫离域，那有时候叫做厌离心，有时候有这种意思哦。所以这里法王解释，那他说离域是什么呢？可以说举一个比较不好的例子，也就像这种感觉，就像你如果一脚踩在走在路上的时候，一脚踩在这个大箱上，大箱就是粪便哦，所以这种感觉就好像一脚踩在这个大箱上的时候，你会有一种什么很不舒服的感觉，有没有？就是这就是离域的意思。那不然的话，我们对于离域如果是理解成为厌世，那这就不太好了，因为这似乎也是一种心理的疾病哦，就这个人很消沉、很消极、很厌世，其实并不是这个意思。它就像刚离域呢，这里讲的这种厌离心或者离域的心，它就像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就像一脚踩在这个大箱上是一样的。大家来啊。딱건리트에기다도진즈뭐용기주견도부르죠대바지준창관견생기라지준장배양기당화샴바시데낭여바디나는챈딜레시나쳐바미코알레시나인조미다된레시나차스미짐바촌나다와미다샴바시데송도와다디송보데다는지냠에다보르무지기다부쳐지디기데但那几个也不咋，但这这都是了我们那几个人不来，这那就是啥呢？坚定的义务级别，民警车位，咱们厂老板的话，管不来呀，我刚跑的时候车上就搞的是，我刚跑的时候车上啊就顶多，那这啊，但忙啊，搞出天大宁不如的去理解。这个这个忙工就那么那么干，有什么大？但团长宁波都不要提钱，就趁的了，想把老板赢平了，那老确实找多的。在过去的学习西藏非常大成就者，也就是扎巴讲森，他曾经说了。这个四离贪呢的这样的叫法，也就是最大的学域的最殊胜的一位大成就者大愚解释，就是萨迦派的这位大成大师叫做扎巴讲森，所以他这个叫法呢，是来自于这个文殊菩萨的这样一种四种离贪的叫法。所以这里说，如果你执着此身，就并不是行者。Attachment for samsara. If you are attached to samsara, no, not true. 再来，如果贪着轮回的话呢，那就没有厌离。如果你贪着自己的话，你就不是一个菩萨。再来如果你有执着的话，你就没有具备净观，有这四个。那么这个呢，跟无比达波仁波切，就是冈波巴大师所说的冈波巴四法，可以说是一样的。譬如说其中第一个愿心向法哦，怎么样说一个人的心能够向法呢？也就是他能够真正的能够对于这个轮回能够有一种厌离跟舍离的时候，这个呢就是他的心向法了。大家来讲就显露超的话的显露你是为卡两米轻松的显露超的话的你这个是就是啥呢？先老呗，这个的搞出来，超级怎么的？那边先老多少是也不得平个嘛的是，先老吃你不就搞来送？他得了两个就那米卡贝拉，那米卡贝拉，嗯，讲给你就咋做不得不是？
다가르 젠생 듄레야 자샤샤 젠생 자라 셴바요마 그 자서마르바 젠생 자라 셴바메바 더보다 아 르다 융다 융다 마지베네 샤와라 소바디기 딘듄라 샤차 샤샤나 샤라르 셴바요마르바 다나신 차페지를 송조를 셴바메바 더보 자로 그 송조 지그리스문도에 자로 나스 셴마도 신다 송조 지금 매매 기절지면도 자신다 송조 지금 매매 기절지 딱 안달 전에 차 망보지 송조 지금 말했어 텐더베 셴바 매매 이내 아디 셴로 친이바 말했어 그런 게임들이 셴바스 게요 말봐 그 체도 안에 셴로 곰네 엔 가서 셴바 로버스 게 말봐 뭐 게임들이 거라 가서 그라 에 샤샤 이내 디 루그 출루기네 디친이 토네 응 그 셴바스 게요 말봐 텐더베다 셴로디 핑게요 所以这里说呢，酱子的鲤鱼呢，它是修行的祖轭。那么，同时这里有提到，还有一种鲤鱼呢，它只是不完整的一种鲤鱼哦，就是说只是一种部分的鲤鱼。这种呢，对于修持并没有真正的有帮助的。那这种指的是什么呢？就像会一般有一个形容，就好像如果你给肉食动物给它草放在它前面，它是不会吃的，这是它本来天性，它就是不会吃那个不会吃草的，或者在一个比喻，就好像给这种草食动物放肉在它们的面前，它们也不会吃的。像这种呢，都是等于说不完整的一种梨摊。所以或者还有一种这种。 乌鸦吗？还是什么？它会天性的，它就会储藏东西。其他鸟都不会。就是说，这种天性上的这种，它本来就不会做的，就离滩的或离域的呢，这种并不是这里所谓的修持的离域。这因为这是他们天性就不这么做，所以并不是这里所说的这种离域或者厌离。 땅 인중 친입을 써야 돼. 근데 저거 알아서 나비나. 다 고라야지. 가사 수수 있다. 누가 최종 거 하나 되내고 인중도 좀 뭐 뭐 샤면로. 즉 인중 선에 다 샤로라 좀 뭐 뭐 샤면로. 지 타나야 즉 챈딜로로. 아 나 지 기부 충분시나. 기부 충분들이야 조지도 배워지 니시야 말베. 다 기부 충분의 조지 지시비나. 타나야 즉 챈딜로로 버지 버지 고고요. 다 되네 기분 좋은 시합이 있나 고와 타다라 롤러버지 고거로 봐. 다 기분 첨부 시합이 있나 되네 시와 초아직 벌레 때문에 시합을 롤러봐. 시와 초아직 벌레 다 간다라 가르쳐다지 롤러버를 쓰는지 고거래. 되네 뉴스한다 기 가사 소수 미소수기 아니데 셈근 뉴바치 중사나 로이 또치 중거 와나 되네 안고 시한로고래 리모모샤. 마도 당분에 어떤 니네지 구울에 대해서 초 최초 보시지 아시네 대초스게요 만에 제가 다 마 타슬레 지금 천딜레 샤말로 가지 거래서. 所以那接着讲到什么是真实的、究竟的这种应该说真实的这种离域呢、厌离呢？它指。 其实每个人是不同的，应该可以这样讲，就是依照每个人的修持的这种次第跟境界呢，因此会有不同程度的这种离域跟厌离。举例来说，像是小士夫来讲，就是对初学佛法的人来说，那至少他们要做到的离域是什么呢？也就是要舍弃对于今生的这种贪着。接着到进阶一些的，到中士夫来讲。 他要厌离的是指对于整个轮回的一种厌离，再来对于上士夫呢，大士夫他的这种厌离就是对于所有的这种，即灭边的障碍即灭边的这种解脱边的任何事情呢，他都去厌离，那这个就是上士夫的。 这样的一种厌离，所以你会看到说，当我们说哦，你要修持，最开始修持的基础叫做离欲厌离的时候，你不需要一开始就说啊，我要厌离，太讲得太高傲，太这种高深了，并不需要，而是要看你自己的情况。至少我们先要从。
先对于我今生当中的这些我贪着的事情等等的，要先试着去厌离，就先从自己的程度开始去做。他趁着了先把老婆就搞了三的把学徒三年老婆就等我那天呢托了徒弟三的来了这么多你看了趁着了先把看着老当看着的就这些路看着的学徒三呢这几下个了好不容易多他这样我让什么罪日子的当然什么罪大大的月没大大的月是我们的什么罪都不能让你用手了当然什么罪日子写了当然就确实是的搞得手了起码偏执一点下去了那就确实了吧身体一点下去确实是什么了吧确实是的这个这个起码偏执一这个还是偏啊特别下去了确实是了吧这里就是趁第一个天空的车的人我去车过来给我们的那就趁第一个那边出头给车外的时候也不乐不下来的那就去车过来就尿的时候车过来给你们的话当然去车过来的车的起码偏接近告诉我大刚才没没事下的趁第一个边就点着我们的那没事下我们的大刚才我的夜晚的趁第一个就点着我们的唐东一年啊，就叫我忙不起来，越不起当。啷个人不起来，就越不研究三。第一就是点呢，俺那个他人不浦江人不就上不当去，俺就点了七十下呢。可是讨论点别处下的了，确实好了吧？点研究三呢，确确实就是三，人家名字可是过了三呢。这个浦江人不吃了起码凭这个团队做前进。但现在这多个个团体说，切切个个人呢，得做明白，得晓明白，做的，这里起码凭这个团体啊，得做明白，听得这个，没得上面那那些个个了。但定人固守了呢，做其中的哪呢？做过大概说，提供多少的个嘞？做用多少的？啊，原来的就是这个嘞。啊，我吐槽啥？刚才这做穷的时候嘛，对不对？苏北山那张都，下来啊，吃啊的，坐车，坐车的下来吃啊的，吃呢，等你等五十老多了，但五十老多就是啥呢？等你缺啥的用啊？用缺乏啥的？就是缺乏吃嘛，就是啥的？吃了起码碰见个天气啊的，坐车，然后坐起种老古多嘛的。那趁的嘞，先把老师都在那卡拉斯教，嘛的土老根教，嘛的马上找我的三叔，天天上班打死是吧？也嘛的不得。几句米来来呗，就吃呀的。因为几句米来来呗，那些上面吃多嘛的。吃多少了嘛的，这个上面也不是大呢。哎那边，可能是多么点点子，三那么些长毛点点子，别两个娃个大别长些，点点子有点吧。土老那这块就嘛都要嘛的。十九点的三岁起码都要嘛的，啊，初二的要嘛的，啊，六十点的初五起码都要嘛的。这些钱呢，都搞点多的，我说，这是女辈的钱呢，点多什么呢？新多少了？多些点个嘞，伢那木些点个嘞，伢那缺些点个嘞，伢们那缺些点个嘞，大概呢，就几个了吧？大，这些就是啥呢？我的上面的钱我是搞嘛的，伊那样干的嘞呀，做其中的。做的可能吧，啊，就是缺乏钱就是啥呢？缺乏钱话做的可能吧的，俺就吃了起码平时一顿吃的做了是，俺现在都少了嘞是，啊，住那也不得，忙住那他不干出来的，别没就大干点别什么的呀，别那住当官去要嘛的是，过了全家做了顿住点呢，俺现在的就是本来没就创业开始呢，我创业少了吧，因为创业的去就少来了去。做的他把的，他看他吃了起码平时给团吃下的些，俺从就跑那下不嘞，从马跑呢，别没几个他看他什么东西说话是给民族话，他可能个两块钱什么心态上下药了吧？这里就啥呢？他做其中个什么单了？那这里就没得意思嘛了，确实了。当我们讲到要舍弃此生呢，我们说最基本的这种厌离，最基本的一个离欲，就是第一个下士夫。我们刚开始要试着做到的叫舍弃，或者说断除对于今生的这些贪着。这个说说还蛮容易的，但是真正要做到并不容易哦。所以我们可能要先想想，所谓舍弃此生，
它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有的时候还不容易讲的。那我有一些想法，但不一定就真正完全正确，但这是我的一个想法。也就是我们常常都会说，哦，我要修持佛法，我要修行。那我们首先要知道一个重点，也就是为什么要修行。修行的目的应该是我是为了长远的未来的生生世世，而不是为了短暂的今生的利益而已，这是我们首先要知道的。那不然的话，我们如果说，如果你只是为了要今生过得好，今生快乐，那你其实并不需要佛法的修持啊。其实许多世间的法也能够带给我们今生短暂的一些利益跟快乐的，所以世间的世俗的这些方法也就足够你了。但是对于一个修行者来说，他也了解到说，并不就是短暂的这么一生而已，我们并不会哦，今生结束了就没有了，而是还有更长远的生生世世我们要去面对的，这个时候就需要佛法的修持了。所以我们可以说，修持佛法，这是我们要具备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长远的未来的利益，未来的生生世世，那这是很重要的。那次要的来说，也就是我们今生的这种衣食啊，这也是很重要的，但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讲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也就是想一想，现在许多修行人呢，其实都颠倒了，就是主要跟次要是什么，刚好颠倒了，所以也因此都并不是真正的修行者了。所以最主要的是什么？就像刚刚说的，是佛法的修持，是长远的生生世世的这种安乐，为了那个目的而去修持。次要的呢，就是我们今生的一些安乐，短暂的安乐，譬如说衣食啊等等，那我们常常会颠倒了。所以这个要清楚知道。那当然这里还强调说，所谓主要次要这个词倒蛮重要，就是说都是需要的，不然呢我们都会觉得好像只有佛法是最重要的，其他都不需要了。那比如说也不需要衣食，不需要各种东西了，那这样也不行。那当然看到过去祖师像密勒日巴尊者在山洞里面，他食物也很少，然后也不穿衣服，然后呢也没什么衣服，然后就在一个山洞里面，在雪山上这样修行了。我们如果觉得这样那样去做是很难的，我看一般人这样去做，要不就是饿死，要不就是这个冷死，再不然呢就会是病死了，所以不会有什么太好的情况的，那是不容易做到的。所以在这里我们说有主要跟次要，这很重要。所以当我们现在开始佛法修持的时候，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主要的目标是什么，还有次要的条件是什么。所以主要的目标也就是我们要具备这就是要能够长远的透过佛法的修持，而能够帮助我们未来生生世世得到安乐。因此次要具备的也就是我们今生的一些安乐。所以如果你是一位商人的时候，你有这样的观念，你就知道哦，无论你生意好或不好，对你也不会有太大的起伏影响，因为你知道那些生意世俗上的事只带给你的是今生短暂的一些安乐而已。重要的是你的目标很清楚，是长远的，透过佛法的修持而能够在生生世世最终得到解脱，所以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这样的一段的理解，也就是对于所谓要厌离此生，或者说对于此生舍弃此生离欲的一个法王他的一个想法。杨这些呢你这名字才起码我以前没你这上面当不住呢杨我哭完了行不了양샘바로단지유저래그러니까등기시에보는지기부충원수라로봐기부충원들의조편이시기도와조지다폐바지폐바된가라산다천디는샘바로유대니천디마다시나상담이신기로늦지용구로봤다세지만은이제매지승들안될라지펜다로지삼당으디지최지채나최지자유기로그구랑구랑박수여기최지자유기로봐내린뉴스한다들에삼담이는게빼르샤비나안사리미망고지그유만을내내아래디나는이제근유만망고지그유만을배아래
那个就嘛了用啊的，工具一拉当，吃忙着一拉当，就跑来一拉了不？那就吃的吃米呢？那个就嘛了用啊的，等到下边的话，那没注意了是不？我不知道打什么什么马道呗，提来那边就突然什么心大改变的话，提来接班的话不改变的话，其实俺做个就嘛了用啊的，吃，吃啥热热的？啥吃啥热热些？ Anda cara ane mara ane kanda asu de yang ane ji kasuwe to nam jun de minja des ji zambul ling dam ane ji rosam je tham je kshe do monam ja go tuju kogap sambu ji ne sambu de ji lia ne de beda sonam so sa kogap sambu ji yin sambu ji so su kan xian xian be me ji de so su xian ma xian ne be me ji de su xing ma ro da sang ge ne de ma do da kanda so su kan xian xian ji me lam ja Energy days Timbiruji, Namjuda Minda, Sosu Kanyar, Kansasar, Chevina, that is days Tundaraji Dua, Tun Samaraji Dua, Madaji Jala Ida, Dango Ida, some Remindua, Tun Samaraji Dua. O Tarnaji, Mandu Chick Sendilia, Serapchima Sam Tamashina Dugore, De Chavaska Yamane, Chicana, Makalika, some time, Shemaraji Yungre. 就马上呢，错马上呢，就叫我去嘛嘞，就搞出来一些用啊，搞了好些的。看到了呀，就趁地了呀，应急给他马上呢，就material，就我不吃了，我不得做，我做第一这个嘞三百多斤，第三百多弄出来的话，就请我不讲个，别别收住钱嘞，但第一就我做了，就不收了，第二我做了呀，那个，你第一用啊去。 那苏格拉底上面的，农民们打的上迷茫不起，性格不大，老板都压给钱，压给我们迷茫不起的。但我们每天为了就是，吃了我们压给菜，他们是不清楚，第一个就是那什么东西吃了当，俺当然是什么呀？那边女婿吃了当，那那个搞出来被，米子你不买不起，米子弟弟买不，从来吃不用的，晓得吧？第二就是啥？第二是啥呢？啊就。 七我不困难了呀，为团结的吃不赢仗，第一军人点呢，俺个什么第一用啊嘛嘞？接着七我不怎么一把，团结第一的这个什么难了多的，就吃些吃。当然，说说三六那呢，俺那边搞出来的，能力第一在啊，等于就三六就搞到不成为名呢，俺那现在就团大三六就名字的了，搞出来。 所以刚刚讲到呢，是针对了许多相信这个有轮回的人呢、哦。那当然还有许多朋友是不相信。 有来生，那他们也还是可以修持的。就像我们刚刚谈到，在佛法里面有分三种士夫。刚刚讲到的相信轮回的，是指断舍此生；然后相信轮回的呢，是指小士夫当中有分两种，一种叫主要的小士夫，一种叫一般的小士夫。所以刚刚讲到是主要的小士夫相信轮回的行者的修持方法。那针对不相信啊、不相信有轮回来生的行者来说呢，他们算是属于一般的小士夫。 或者说一般的初学者，那他们也还是可以修持佛法的。所以我想，我举个例子可以了解。尤其呢，在这里要针对许多僧众啊，也要跟你们讲。那也就是这次有这么多的僧众来到了祈愿法会，许多是我们祈愿法会邀请的，有一些呢是其他教派的寺院来供奉圣会的。那当然也有一些嘞。 像是相似僧人的嘞，也来参加了。总之，有很多僧人来参加了。其实，我们应该想一想，是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里？
我们为什么要参加祈愿法会？我们是因为哦这里的茶很好喝所以来的吗？还是因为哦这里的供养很多所以才来的呢？那有的时候也的确许多人会这样想，这房子里补充，就好像其实你们会看到哦，有的时候没有茶的时候都没什么人，一有茶哇，好多人都全都来了。那如果是这样子，我们为了饼子、为了茶、为了供养金而来的话，那我们就是只是、这就没有这个祈愿法会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它甚至也不会有太深刻的意义存在了，它就不会是殊胜的。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已经落入到物质的这种执着上去了。那么所以其实我们应该要带着一个心态来，也就是无论我们在这里哦有没有受到，比如说有没有有茶也好没茶也好，但我来到这里我就是尽力的为了世界，为了所有的生命，我们来祈愿来祝福，而且这么难得的机会是在圣地一起来祈愿，所以我要尽力的这样来做。所以尽力是很重要，我们当然不可能非常圆满的发愿，我们因为我们又不是佛，但是呢我们至少尽力的这样子来做，我觉得这就已经是非常有意义的。至少我们没有落入到我们的这种世俗的这种执着欲望当中去。所以就算我们不相信有来生，我们现在每一个当下也都可以这样来修持。那所以不相信来生有的时候也并不见得是一个太大的问题。当然我们说一个人是要有足够的福德资粮哦，他才会相信说有来生的。但无论如何，在这里我们谈到要离开这种执着，这是很重要的。尤其我们大家现在也看到很多人为什么会那么的痛苦，社会上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太执着外在的各种的物质，而且我们执着什么呢？我们执着以为外在的这些东西能够给予我们快乐，这是最大的一个错误。尤其这样的情况发生在许多进步的国家，这个物质发达的国家，同时也都是物欲横流的这样的一些社会当中呢，我们会看到人们活得更苦，压力也更大。那其实他们都会说啊，我们的人生没有意义了，那这都是因为我们太执着外在了。事实上我们要知道说快乐在哪里呢？快乐真的是要你静下来回到你的心中去找寻的，也就是当你有一念知足的心的时候，当你愿意向内去找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已经做到第一步了，也就是离欲了，也就是厌离此生了。那这个就是厌离此生的其中一种解释。所以你会看到说这里所谓的离欲，所谓的就是修行足一般的离欲跟厌离，它真的是可以有不同的解释，跟在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层次去实际的去修持它，去理解它的。Gom the double young and me carina de Mama Sulin and Telabar Gom the Dremato. The double young and me de Chuni double Casre Young game me, but me no George Liba Jeshavin and Dabe Punjuchiris, the Yoga Langaris. Bena Gom Yagachi in a te double young and me de Sendi Shemayo Ding is Yavina and Gom the Sendi Challenge.Today in Dusane, Casa Cora, Micora, Energy Centilia, Shemaloding, Drishabina, D Lavalia, and Gom de T Laval Somata, Laval the Jazz Gamer Taina, Telegom de Batawaja Chubina, and a Gom de Casre, Batada, Coran Roselanga, then Jules. Necessa Gom Tabula to Sada, and Shalom Gom de Gambasad, Benam Casreta, or
밀리안 로제기 강바고 알바 로제기 강바면은 로두고 말바 근데 인주산에 니네 상계에 살아야 안 좋아하자 강방문에 가려서나 다시 시 다시 해놓 인중래 신롱 인중 그 강바 매번에 반 로두고 말해 알바 강바대 탕탕배 차보지 야보지 그것도 마다 내 강바 쫄라 쫄 댕게라지 근데 제비나 하는 건 사치고 말바 근데 인주산에 앤디 가르쳐 인중 친이바 인중 내말 다시 인중 기름 다시 신롱 남아 친이바를 즉 밀강과 탕부 예배는 쇼기는 거 사타르 물 줘도 그러마. 이 주산다 디서지 독습시하고 예부터.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了解到哦，离欲厌离的意思。接着这里有比喻说，它就像是修行的足是一般的，就像修行的脚，或者呢，也有一种说法说，离欲呢是修行的主人哦。那我们常常会说，这个修行呢。 要好好给到这个好的这个主人的手中哦，才会修得好。如果这个主人自己心术不正，或者说他还贪着这个此生的话呢，那他所有的修持也都会乱掉了，反而会造成更多的问题。就像如果是一个人，他这个主人呢，他是这个很贪着此生的话，那他的所有的禅修、所有的修持，那也都不会正确了。 所以我们要将我们的修持放到这个正确的主人的手中，那当然也并不是另外一个人，其实就是你自己，当然也并没有一个手去接他哦，其实也就是你自己的心要准备好，成为一个这个正确的一个主人，那这是很重要的。那 所以，当只要自己能够有这种做到第一个的这种态度，就是离欲不贪厌离的时候，那么所有你的修持也都会被导正在正确的这种修持的道路上去了，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有的时候也会说，这个离欲呢是修持的主人呢，这是一种比喻。 那在谈到祈愿文里面提到的修行足的足，也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因为这好像当你要走在这个成佛的道路上的时候，那这是一条长远的一条路。那所以你需要的是一个强壮的、健壮的这样一个双腿，你才能够行走这样一个长远的路。所以同样，我们也需要一个强壮的这样的一个腿，就像是什么，就是一种。 真实的一种离欲，真实的一种厌离心，唯有你最开始的这种真实的厌离的这种态度，这种发心呢，它才能够让你能够长远的、能够稳固的走在这一条修持的道路上。所以在这里比喻说，教云离欲就是厌离呢，就像是修行的双脚、修行足是一般的。大家来啊！ 嗯，现在的来啊，但我白族人都不去的，我白族人就是拖长的呀，俺族人他们说的这边去过，就是这个，白族人就训练这么着，叫我杨坤吧，叫我杨坤吧，你如果个有的，大家主动是不是的？叫我官商不老么意思也。 我上不老么让的人吧，叫我杨坤吧意思。天天就是那，他叫我杨坤吧的，那日出修地位高了呀，日出修地位高了呀，那呢，出多当的，咱们来出多，但咱们来出多当的就是那，那呢，去不也是呢？咱们是哪里？天马来，咱们来是要不咱们来哪不？当然咱们来住个就好，住住没得没，养我住住没得。 打过来，那边去不会难，咱们来同样的。现在打起来，我就看到那个皮笑死，学的。打起来，叫我杨坤呗，俺那就把日东刚到了这里啊，龙卷差些别用个月是，日东把刚到把的做了七百年，龙卷的做过，差不多那些把用个月是打，刚才平均的嘛，我用的意思是吧？但是我这不是么个事的，我这原来账簿拿不了这是。
当我做的原本咱们了，住民都那边，那下午顶着就是我们那学生领着阿姐过来打，用着钱。他说他顶着就同居，原来他南山阿在我住的，他爸，俺弟弟看起来呢，他，可是看的不是，住居没有我住的，学习了吧？但是呢，我在那里就是那个，我的，现我住的是，全部我住的是，打过来开什么茶叶没了吧？ 那讲到一些比喻哦，比喻一些有关离域的、离滩的比喻。 当然有的时候一些比喻呢，它有点太高深了，似乎我们做不到。不过无论如何，我还是说一下。 那这时呢，过去有一位祖师叫做仰坤巴大师，他是竺巴嘎举的一位大师，他是果仓巴大师的弟子，甚至过去这位大成就叫果仓巴。这位果仓巴大师曾经也说呢，这个仰坤巴是跟我无二无别的。总之，这是仰坤巴大师曾经在闭关的时候呢。 他在做这个水石子的供养，那也就是一种财神的供养。那么，所以当他一收的时候呢，在这个水石子因为要倒水嘛，就有一些水泡出来了，所以在这个泡泡当中呢，就出现了一个黑财神，也出现了一个黄财神。那你看，哇，这么容易，你看有时候想想我们自己修半天都修不出来，他这么容易了。 倒个水，出个水泡，就有这个黑财神跟黄财神。而且呢，这财神还问他说：“这个仰坤巴大师啊，这个你要什么成就啊，我们都可以给你的，你就说吧，你要什么我给你。”这个仰坤巴大师回答，他就说：“我呢，在这样一个空空的山中独自一人禅修啊，我要什么都有，所有的财宝从天而降，我什么都有，因此呢，你们不用给我任何东西，我不需要。” 如果你们有任何的财宝，有任何的东西，你们就去给那些贫困需要的人吧。哇，你看这个仰坤巴大师他回答的有多好啊！有的时候想想我们自己，有时候修财神，哇，七七四十九天修的满头大汗，努力的东念西念，结果一个财神都见不到。但是你看这样一个真实的实修者，真正的这里所谓的已经离欲的、厌离此生的，由于他。 不贪着今生的各种的物质、各种的财宝、衣食哦，所以就算财神出现在他面前，对他来说，他也并不会贪着的。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所谓的离欲、厌离的这样的其中一个例子。呀，等那些别说这个虚伪呢，诸多物件吧，你他干嘛不是罗马的，观上边罗马也没有，观上边罗马。 对手让的人不晒的嘛了呗，对手让的人不晒的，因为，他看到看对手个家吧，别问这个话，他看到就是说呢，看到家个的天意是不是有些大，现在听他们的家个的配备够数，等你家个的哪点话，错一个大不就了嘛，嗯，那温州不嘛了呗的，对的，啊对，错一个大话，啷个去个，我去定的，俺我现实的是他。 现在呢，俺们别大个，俺吃两个曲江吃个盐，是等于就是啥呢？俺们多么拿着粮食，俺呢，俺个那边猪头，俺个在沙滩那上面，猪头漂亮呀，是。就是那地，这个去南边那边，大白，把水落起是。俺那多少天了呀？俺们老松熟是，嗯，老松熟不？俺们总不能个呗，但总不能是就是俺家个了，苦月的，总不能吃上苦月，天天要么这样的。 哎，今天总不能给送些泥，对，送些泥。那，对吧？他开了票给人是，往都对，开了票给人是了。这就是啥呢？俺们诸多物件呗。俺缺了，俺那下茶个缺把票过来是。下茶缺把那俺票都是满了是。当然，今天缺了俺也缺，缺俺那缺个缺用个胳膊没，叫俺俺缺用钱嘛，俺让俺让个听个意思。俺那。 到这点都老松点嘛的，俺往这个嘛的，叫俺知道很多事。真不能说你眼瞎着了的，俺年纪不真，真不能说你瞎着了。等你女婿呢，俺那讲谁也蛮幸福的。
所以过去呢还有一个故事是这个乌干巴大师哦，那这个乌干巴大师呢也是郭仓巴大师的一个弟子，他也是冈巴巴西第二世法王的弟子。郭仓巴大师曾经也说，跟我的进行哦这种苦行的严厉的修持一样的行者呢，也就是乌干巴大师。曾经乌干巴大师呢，他曾经 两次到印度，他第一次去的时候呢，他就见到了印度的财神，就是象鼻财神哦。那这时候象鼻财神呢，就告诉他，在波地嘎亚，他见到了这个象鼻财神。这时候象鼻财神一出现，就告诉乌干巴大师说呢，啊，我会来护持你啊，你要供养我多玛。然后呢，也告诉他说， 你三年在菩提伽耶，你就住在这里，然后来供养我的话，那我会将这个世界的三分之一分给你。那当然，这里所谓的世界，不只是印度的三分之一，还是真正全世界的三分之一。总之，这个象鼻财神这么跟乌干巴大师说了。这是乌干巴大师的回答，他就说呢，他说要供养你，必须是要这种肉跟血的供养，那我才不要供养你呢。第一点。 那第二点呢？你说你要成为我的护法，我很抱歉，我也不需要护法，我自己OK，我可以照顾自己。第三个，你说你要我在菩提伽耶休息三年，这个你也不用管，我自己要在这住多久都行，这是我的事，不关你的事。再来第四个，你说要给我世界的三分之一，我是一个修行人，我也不需要世界的三分之一，所以你也不需要给我这个，也跟我无关。 Sedin Dutas Dusane, Karsueta, Azur Rawan, someone Lugore. Azur Rawan Gore. The Rawan Dusane, Rawan Tamje Dewa, Shawan Tamje Dungay, Sundua. The name Dusane, Rawan Chuna, Ranawan Yabina, Gore Dewa Yungore, Shawan in a Dungere. The name Dusane, Dakis, Azu Sendilia, Shane, with Sendigibe. 他告诉我，对于老师就是没特别不值，对面呢特别差，远呢低差我都不学下不赢呢。我就趁你短远给跨步，趁你短远要不差呢。等你告诉我，叔叔让我买吧，大概希望给被请大个经理，别人就是对他是的，不是第一级的程度，满是他南山城门的姐姐。 아주 별이야, 아주 좁아리야, 대지어리데 심지엔데서 안에 세례야, 집주자인데 타고시다, 이렇게 걔들 내내 대야 주고하르시어리, 대래야 타고시다, 매매게 불배간자시어리, 내 주사하고 심지엔디 가서 템이나 하고 파주 조세야, 조세랑와 매부수시어리. 어, 다가나시가 아주 천들레베 심배 풀버든지 득이니, 안에 거 타고 다시 주사, 안에 거 거한 조세마이냐 천들레 채토요, 말해 카 채토요, 말해.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希望什么呢？都希望要得到自由，不是吗？但 尤其我们在这里说离欲哦，欲望在佛法里面有时候会比喻说它是一种牵绊，是一种绳子一般会捆缚住我们的东西哦。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想要自由，那但我们也会知道说不自由就是痛苦，自由就会得到一种快乐，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然而我们却并没有真的这么做哦。可以看看我们都真的太放不下了，太执着跟太贪执今生各种的东西了。 各种的物质了，所以我们等于说，甚至完全被牵绊住、被限制住，没有自由，就好像我们是今生的这些各种的东西的物质的一个仆人是一般，我们只能听命行事，而没有任何行动的自由了。所以这个比喻其实很好，会说将这种贪欲哦、执着，就好像绳子牵绊是一样的。这让我想到说，你看在牧区，我们常常会为了不让这些牲畜、牛羊能够到处走哦，所以我们会在它的脖子上呢绑一条线，然后把它绑住在一个木桩上啊，就定在那儿。
有时候想想，我们就好像是那样的那些动物是一样的，我们就被这样子绑住了，被自己的贪欲跟执着所牵绊、所捆缚住，而没有自由了。Although it's a kind of a very, old story, very old, 900 yeah. years old story. I'm sorry. That ne, Delia. That in one is that the Chubu the Jambuji artist at Chubu Jije, the Kambe Gosadel Jambuji artist. My Chubu on Java Chamache. And then you stand and go on your Gonda Tavari go Grand Muzika or Mutangakim. That is Chungson of the Yorba, the ring has a Chungdo, the Hazazazon of Jitan. Jambu de Gos, you can use Tabjaji Madayama, Dolon Joe Yardinia. On that about the Koran this day, this is Uncle Shetan did on. What you put this on an under the Java Yardi, Shetan Yushan, Shetan Yuchengimindus. The Gotti Kimnan, Kindo Havan Jacobin, as some Tachi Jodo Sanja. And you mentioned the Jambu Chirola, Tolongan Joshulia, who say Rangwatsi, Jambu did this day. Say Ragnwatsi. Bam! Then, Tambo would dig on the yellow to sun, eh? Go serre and was a toy in this tambo. Oh, the Mizigi, the serendi, the parson is the rest, parson is the rest. She hasn't discerned by tail or do sometimes. I'm going to summon Tango again. Oh, Jason, the Kunjoki, my tambo. So you can you marry in some della Kunjo, two G scene. The Kunjo mood of nine years. Then they done this on you by Garsoji Chen, Carstone, Tan Dilatin, and that Musoni, Tan Muson, that come by Dab Jim Dammit, she was some duck with some long down. What? That dig on the sound of the good, she don't you jazz. Chubuke and a Gigonani, ma, dead or Taco Taxi Chen, Tambuco Carsic to Taxi Dusan, oh, dig on the Tinuku Shinny Hawkwaters. Azu to Gimbe, Carso Jalani. Jul, when I china, Julonjo, other be, mean same ever be, gully cup. And be, missing dark way, carsway, there are bombotis in golden, bombotis, that is she that is so carchevin and also so comche, and Dana she, dark under, come do cabber with chen, check what you send with the color, bimish gag or junsenti? Did you try it over? I am Mikashe, Kalikale, Digitavadoko, Kashwe. You know the bed, Shambar Chirachu in Dusan, Kalikale, Digitavati, Muzo Imadeba, Jenny. Anyway, you know so at the Muzo Richard, you know Matuna, and a social saw a torsha, Kashe, and go Legashon to the social social ramishes and the Yondua. Same under the name Dusane. You know so at the Digitavit in the Ramato, Digit, you know so at Chel Marwa. So, 那每天晚上这个妇人都会算钱嘛，因为赚了很多钱，所以晚上都很忙在那算钱。但他常常就看到，诶，怎么住在外面的这个乞丐，你看什么都没有，还需要去乞讨。但他回到他的地方的时候，那个乞丐怎么晚上都在唱歌？那这个妇人心中就很不平衡，他就想，我这么富有，我都不会想要快乐的唱歌，那个贫穷的乞丐怎么会能够开心的唱出歌呢？ 所以因此有一天他想试试看，所以他就这个妇人就把一个黄金呢，如同羊头这么大的一个黄金，所以刚刚佛王做了一个像那种羊的叫声一般，就形容黄金是那么大，像一个羊头那么大的黄金，就偷偷的趁这个乞丐出去的时候呢，放在这个乞丐住的地方。哎，乞丐一回来一看到，哦，怎么有一块黄金这么大一块黄金？
他第一念他想的是啊，一定是什么人忘了，我明天最好还给那个人。接着呢，他又想想想想，他就想，哎，这有可能其实是三宝给我的泪，是给我的一种特殊的一种加持哦，那我还是留着吧。 接着呢，他又开始想了。他想，哎，我有这么一大块黄金，那我明天就可以把它卖了。卖了之后，就可以建一个好房子啊，然后又可以买些什么东西啊。他就一直想，一直想，结果嘞，他就忘了唱歌了。所以这个时候，妇人哦，从窗外，他都当然都看着这一切嘛。他才清楚知道了，哦，原来他自己唱不出歌，就是因为被这些物质的东西所限制住了。所以。 有时候想想，就像这个故事一样，我们现在相信大家也都是很忙哦。我们一生当中工作也好，各种也好，我们真的是没日没夜的。有时候想想，我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这么没日没夜的工作，甚至愿意忍受被自己的主管、上司那样子去骂，但是我们都能够。 忍下来，原因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其实忘了，我们的目的跟原因其实很单纯，就是希望得到一种快乐，得到一种安乐。但有的时候我们迷失了，我们反而是被各种的东西、物质所牵绊住了。事实上，应该。 我们是要得到快乐的，但结果我们现在太执着这些物质之后呢，反而物质没了，我们反而不开心了。就像许多人没有工作了，那他就会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了，他就自杀了，或者说没有钱了，没有这些东西了，他就受不了了，他不知道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了。那这样实在是不正确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故事希望也可以告诉我们，想一想说，我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也就是这里所谓的离欲即为修行足，它真的是很重要的。